哎，大哥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我情况，骑车不长眼睛的，把我车撞得那么扁。我就上班比较着急嘛，所以说我一滑刚好就撞到了。那你看这怎么办？少了10000块钱，今年走不了了。10000块钱，我每个月工资也就3000多，我卡里还有300块钱，你看。那你自己想办法，你打电话去找你朋友借。他现在要找我要10000块钱，所以说我也打电话。你在哪里啊？你把地址发给我，我马上过来。我操！老板，你怎么来了？怎么了？就这里吗？对，就这么点，他要找我赔10000块钱。啊，你自己看看撞成什么样。现在这赔的话就是怎么说呢？就给10000块钱嘛，就算了吧。你这车多少钱？这车20万。这车20万，就得赔1万。对啊。那我就把这辆车买下来了，好吧？来，把我那外套拿过来。我给你拿过来。我呢，这里有张卡。里面呢有25万，你呢多的也别给我了，明天呢安排一下过户，就是你的辛苦费了，行吧？可以啊，以后你上下班就用这辆车来接我。